美的豆粉，还有一个超亮白的白色，还有一个超显瘦的黑色。这一件呢，先给大家看一下，它是我们 MIT 里面内里是冰冰凉凉的料子，所以呢，这是各地区都可以穿的 MIT 的弹力布料，一字领也是可以做到的，一字领也是可以做到。但是我觉得这件最漂亮的是做围斜肩，这边有一股蓬蓬的感觉，超级美。还有它一个好处是，我们不想要穿任何斜肩的时候，把它拉好，你看它垂坠式的领子有多漂亮，而且它可以一路穿 SML 都没有问题。手大家也看到，它没有明显的很合身，后背的部分它是做一个平的，就是一个蛮典雅的一个圆 UV 领哦。好，所以呢也非常的好看，而且我里面穿的是黑色的小可爱，完全没有任何的透光走光的问题哦，而且它完全没有任何一丝丝的挤肉，大家可以很放心的穿搭。之外呢，你看哦，如果你不想有束缚感，不想扎的话，它完全腰身给各位，看这样，我觉得这整套就是真的是无敌，我觉得超级漂亮的。好，我一样拿上就是很基本的一个黑色的棒球帽，它就可以变成是一个比较休闲不同的风格，而且白色真的很好搭，外套、外罩衫、牛仔裤、裤子、帽子都很好搭。